2月24日消息，据联想官方消息，联想小新 Pro 14笔记本天青蓝配色将在3月1日预售，3月7日开卖。根据联想小新发布会上公布消息，小新 Pro 14天青蓝配色的配置是 i5-13500H 加 16GB+1TB， 首发售价为5499元。据介绍，小新 Pro 142023酷睿版系列搭载 i5-13500H 或 i7-13700H 处理器，还可选配 ITX30506GB 独显，独显版性能释放提升到了80万，机身只有 15.99 毫米厚，重量为 1.46 千克，屏幕为14英寸 2.8K 120赫兹屏，100% sRGB 色域，机身接口包括雷电4，全功能 USB-C 双 USB 加 HDMI 加 SD 读卡器。2月24日消息，据联想官方消息，联想小新 Pro 14笔记本天青蓝配色将在3月1日预售，3月7日开卖。根据联想小新发布会上公布消息，小新 Pro 14天青蓝配色的配置是 i5-13500H 加 16GB+1TB， 首发售价为5499元。据介绍，小新 Pro 14 2023酷睿版系列搭载 i5-13500H 或 i7-13700H 处理器，还可选配 ITX30506GB 独显，独显版性能释放提升到了80万，机身只有 15.99 毫米厚，重量为 1.46 千克，屏幕为14英寸 2.8K 120赫兹 屏， 100% sRGB 色域，机身接口包括雷电4，全功能 USB-C 双 USB 加 HDMI 加 SD 读卡器。